这样，我这个腿，我这个脚跟他的脚，跟他的脚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要从这里打他的。啊，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，我不打你嘛，我不打你，我往这里踢。所以我这个脚在这边的时候，我打在这里，从这里，你就要踹到。你不可能收回来，看不懂？就从这里啊，要这么做，这种腿才有用。这种腿就是很难防的腿，就是它短，你认为不可能，这么近就是一脚，看不懂？膝盖的力量要练出来的。